大家估下我喺边度？俾个 hint 大家，似唔似去咗葡萄牙海边？呢度系 Seven Sisters。跟住啦，今日系星期五啦，但系由于今日系应该系全年最热嘅一日啦，所以劲多人咯。我唔知点解啲人可以唔使翻工，真系好多人喺呢度。然后我哋喺呢个海边度皮泳。你为什么笑成这样？好可怕！你要给我情书？你不要笑，你真的不要笑。你自己先笑成这样，叫我不要笑。你看，You made a car. 用那个黑色的 traces, you know, because I make car myself, so I can see the details you doing. 他点了这样子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对，所以 butterfly pancake. 我讲 ，It's Saturday. So nice.生日的人知道我喜欢吃 buttermilk pancake, 然后他就让给我吃了，是不是给他很多哎、欸？对，你知道他只留给我这一口，我知道。I mean, just swap. I thought it's a fair game, you know, but it's like only get a quarter of it, a bite. 嗯 ，truffle cauliflower, she truffle cauliflower.嗯，我要吃啦，吃，好兴奋，怎么办？嗯，好吃吗？很好吃。Very clumsy. Very clumsy. 不要吃了吧？不要吃。如果是以前的我，肯定会把它吃。现在不要，把手指干干净。I haven't been out for ages. 终于买到我挂住咗好耐嘅 Mammoth Coffee。开心。我哋嚟咗 Tate Modern，
啱出完街翻咗屋企，真系觉得好攰。出一阵街已经觉得好攰，惯咗日日坐喺屋企冇乜运动咁样，所以搞到行步路都觉得攰定系点？但系真系都好恐怖，觉得自己身体好差。But anyway， 今日想讲嘅咧就系、是，London 而家即系 lockdown 完咗啦，餐厅啊，所有嘢都开晒，其实连 gym 都开埋啦。你問我是不是已經回到之前那樣 back to normal 呢，我就覺得其實每一天 new cases 呢就還是很多的，但是我覺得這裡的人呢已經覺得是 kind of back to normal 了，因為人都開始出街吃飯啊，開始搭 tube 啊，開始做 gym 啊，這樣已經，還有街上面的人呢是我會說大概 30% 的人是會有戴口罩，其余的人都是沒有戴口罩，連我自己出街我都有時會錯覺以為其實 virus 是不是已經不在了，因為街上面的人是沒有 social distancing， 跟著沒有人戴口罩樣。但是至於你問我如果搭 tube 安不安全的話，我就覺得其實都安全的，因為我的經驗我見到是大概都有 99% 有 1% 的人呢就當然是不遵守規矩的了，但 99% 的人呢都是有戴口罩的。你問我安不安全呢，我就覺得都是盡量去一些少一些人的地方啦，因為有隻烏蠅，所以是啦，盡量去一些少人的地方啦。其實都安全的，大家最重要是注意翻有戴口罩啊，食嘢之前洗手啊，唔好周圍摸塊面啊，咁樣其實都好 OK 嘅。我覺得搭 tube 係安全嘅，街上面唔好去啲咁多人嘅地方都係安全嘅，就係咁。我哋今日谂住 hiking， 但系而家落雨。唔落雨啦，晴天啊！我好彩而家唔落雨，虽然啱啱落雨地下有啲 muddy， 但系都 OK， 唔太 muddy。 啊，好 muddy 啊！條路鋪得勁靚，因為呢個真係 Prime Minister retreat 嘅地方。OK， 所以由於天氣報告話就嚟要落雨啦，所以我哋就想快啲翻去 car park 嗰度。所以我哋而家行緊呢個 off track 嘅路啦，係呢個勁難行咯。吓，点行啊而家？我唔知啊。好高咯啲草，好吉啊啲嘢。哇！超长。有人啊，有人啊，有 footpath 啊。OK， 我哋终于都去翻人行嘅路。好彩我哋行 off track 咯，真系前两分钟都湿晒噶啦，真系湿晒啦，劲大雨。